果一个人很吃风水的话，学佛念经可以做一点风水吗？吃风水？嗯，风水面很强烈的风水面。强烈的风水面实际上是从风水学上学来的。什么叫吃风水命？就是说他这个人对风水很敏感。对，明白了吗？稍微有一点点，比方说啊，方位放得不好，他马上感觉不好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办公室里，这个桌子移动一下，桌子上你放一样东西移动了一下，他马上就不开心了。对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就叫吃风水。这种人呢是属于没有修为的人。啊，明白吗？修了心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怕。他没修心，他就吃风水。现在有些人哦，他在季节性哦，到这个季节哦，这种病就会发。发的嘛，就是比方说鸡涕，他都是吃风水病，一样道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、你说有的人鸡涕厉害不厉害啦？哎，拿一样东西马上手要左擦右擦，洗个手十分钟都不出来，冲个洗个澡比杨贵妃还累。那就是那个放点水什么就不用去放了哦。念经的人不要对风水太执着。执着，但是知道现在很缺水，有火啊，身体。啊，那你家里要放点水的呀。放点水哦。啊。那像诸如此类0066啊006这种乙能念。哎，不要搞了，不要搞了，还006了，数字在不停的变化的，而且风水也在不停的变化，你不相信去问问风水师看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他们会算命的人都懂的。对对对。他们都知道今年这个风水，明年什么叫30年风水轮流转呢、啊？对对对。过去从来没想到过，美国这么有钱，怎么澳币怎么现在对美元的话差这么多？现在怎么澳币比美元还高啊？我就告诉你，风水轮流转的。台长，您说的真的很对，因为就是大陆跟我们这边南半球、北半球不一样嘛，那个农历日要换的。那当然要换的啦。完全是换的，因为我现在很多人不懂的，把大陆的、香港的那个日历跑过来，今天一看，哎呀，不宜出门，一天在家里。其实这一天很好的。他不出去了，等到那天，哎呀，非常好，一找工，好，他跑着去找工了，被人家发了。对对对，真的，我已经证实了，我自己已经证实了，谢谢台长啊。